还有200多天就过年了，还打个海工啊，今年啊，现在这个疫情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，不愁打工啦，回家准备过年。你别笑，今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啦，打工穷，不打工也穷。哎呦，那我还不如穷得舒服一点。这个疫情最少4月份才结束，找到工作已经是5月啦，然后再压1个月的工资，哼不楞差的7月份才领到工资呢，是咯。再加上来回的车票，又顶上1个月的工资了不？那还打个海工哦，今年啊。2月份的时候说3月可以去打工，现在又说4月份才能出去打工。哎哟，那到了4月份还打个海工呢，再来2个4个月今年就 big block 的过完了不，还打个海工啊，在家准备过年得咯。今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啦，先不说疫情什么时候才结束了吧，4月清明节要在家里扫墓，5一劳动节要在家里面插秧，然后7月份又要拔那个花生了吧。哎哟，8月份又要割那个稻谷，割完稻谷9月份又砍甘蔗了不，是哦。然后10月份又来了一个国庆小长假，11月份才能出去打工呢。哎哟，再加上来回的车票又顶上1个月的工资，那还打个海工咯，今年不闯打工啦。旺视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旺视，关注旺视后进内部群。